这个求助人的身份很特殊。23年，我只是用过小孩，对我是我心目中的至诚，才是说不走出了这一个大门。如果我们能够给予我们所能够的帮助的话，更有利于他回归社会。但是也是嘛，是我的父母嘛，但是呢，我已经习惯这里了，因为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大儿子叫周正元，小儿子叫周三元。正正三三，你们在哪里啊？2020年9月，网络上一段求助视频引起了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民警杨敏的注意。视频中声声呼唤着两个儿子的中年男子叫周根发。这个求助人的身份很特殊，他是一名故意杀人犯。是师傅，我在里面分心两年，一点事也没做啊。分心两年里面就给五级，给了五级，五级再过了两年，过了4年再给有级。在服刑满了23年之后，刑满释放。在他服刑的期间，他丢失了两个儿子。这是小儿子的照片是吧？小儿子的照片。周根发为何会入狱服刑长达23年？两个儿子又为何会在他服刑期间双双失踪了呢？这一切还要从1997年说起。当年周根发的妻子当保姆期间，说被男雇主侮辱了。27岁的周根发年轻气盛，扭打中他失手将雇主捅伤，惊慌失措下，周根发和妻子从案发现场逃走。直到被抓，周根发才得知雇主因失血过多死亡，妻子从犯罪现场逃跑后就消失不见了。周根发万万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1997年7月，案件开庭审理时，周根发的三个哥哥带着他的两个幼子来到法庭，让父子三人再见最后一面。就两个小孩子给我抱到我身边来的，就是还有你爸爸那里。那时候两个小孩子直接把我爸爸，我就抱着两个小孩子哭，三个人抱在一起哭。我那个事情想到心到各样的，两个小孩子是不是我给我就掏空我哥哥他们，我把我看管好这两个小孩。1997年8月。周根发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刚入狱服刑1个多月，亲属来探视时却告诉周根发，他的两个儿子，6岁半的周正元和5岁半的周山元同时失踪了。身在监狱中的周根发悔不当初，却根本无能为力。我还能有像小孩一个情况下，我绝对不会那样子做，那也是一时冲动吧。这么多就想天了，我因为我两个小孩子小孩，我想早点出来。这么多年23年，我只是养个小孩，对我是我心目中的至诚。周根发积极改造，获得减刑。23年来，两个儿子一点消息都没有，周根发饱受思念之苦。2020年3月12号，周根发终于刑满释放。他出狱后的首要大事就是寻找两个儿子。你想看的到底在哪里？我希望我的目的就是希望小孩子过得好，我就心满意足了。不管在哪里，我就要尽要尽尽我自己的能力，想在多多少少弥补两个，应该弥补两个孩子。了解到周根发的情况后，民警杨敏认为，虽然周根发曾经是个违法犯罪人员，但他同时也是丢失两个孩子的父亲。杨敏觉得有必要向周根发伸出援助之手，我们要给予他更多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是他这样身份特殊的人群。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给予我们所能够的帮助的话，更有利于他回归社会。周根发只有一张小儿子周山元儿时的照片，在线索不足的情况下，民警杨敏只好先到周根发的三个哥哥家查找线索。老是会跑，跑了几次，我们去找了好几次，一直找到一直坐火车走了，回来走了，人家又送回来了，送回来了又
下次又跑了，那第三次就没找到，是这样的。周根发的侄子称，两个弟弟来到这里后，还经常跑回他们曾经居住的火车站附近。周根发告诉杨敏，1998年，岳父到火车站打听孩子的下落时，一位叫简家平的妇女也说见过两个男孩。看着他们好可怜，两个男孩，一个这么高，一个这么高，啊，有个小男孩。哦，他是说我爸爸坐牢去了，那个大一点的会说，啊，那就是我的小孩，那是啊，一路跑，见车就坐。后来呢？后来不知道。只要有我这一条记载，我就不会放弃。杨敏认为，如果两个孩子真的上了火车，他们很有可能早就出了江西省。当时就把这个情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相关线索的一个排查，同时我们也依法采集了这个周根发 DNA 的样本。2021年4月，民警杨敏经过大量排查，在山东省临沂市发现一名男子高度疑似周根发的儿子。这名男子叫张翔，29岁，和周根发两个儿子的年龄也相仿。杨敏联系了张翔，可是张翔却极力否认。不是我，不是您，怎么可能会不是您呢？绕了好大一个圈才发现你。是别人，不是我的吧？不是那个，我不是那个，那个。难道搜寻方向有误？就在杨敏疑惑时，张翔的一句试探性的话让杨敏看到了事情的转机。他那边是丢了那个几个小孩，他那边。您这么一说，我就知道您肯定有故事。是别人，不是我的吧？你说你问这个有点好奇的吧？两个。我不是，对不对？我想问问他那边几个小孩，我看我能帮好忙吧。两个。有故事。也是两个。您这么问我，那我就斗胆，我就问一下您一句，您是哥哥还是弟弟？可能我也小一点吧。发现他很谨慎的同时，我也是跟他说，我说您现在方不方便说话？如果方便的话，我们继续沟通；如果不方便的话，在您方便的时候，随时打我这个电话。几个小时后，张翔果然给杨敏回了电话。沟通中，张翔说，20多年来，他早就不敢想象亲人还能来找他。在张翔的记忆里，当年和哥哥从老家跑出来的情形还历历在目。看着别人都有爸爸妈妈，自己也小，就是我哥是吧，带着我，就想着吧，找爸爸妈妈。那时候也不懂，因为看别人上火车，我们就上火车。往哪去也不知道。从此张翔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乞讨生活，但好在有哥哥和自己相依为命。可直到有一天，哥哥也在张翔的生命里消失了。我是看着是有一个中年人啊，把我哥哥带走，我就一直待在那个地方，一等两等三等，就一直没回来。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张翔被一位中年男子发现并收留，这个人就是张翔的养父。年幼的张翔一边和养父生活，一边等着哥哥回来，可是哥哥始终没有出现。快过年了，养父要回山东老家，就这样，张翔被养父带到了山东，并交给养母照顾。因为我是遇到好人了，我就不知道我刚才遇到好人遇到坏人，希望他什么能过得好好的，没有遇到坏人，他要活着就行。日子一天天过去，张翔总是回想起儿时一家四口的幸福时光。张翔说，他永远忘不了和亲生父母分开的场景。就感觉把我父亲抓走了，父亲被抓走之后，母亲就很着急，就把我们就抛弃了。母亲走的时候，什么也没留下，什么也没说。当年父亲入狱服刑，母亲失踪，时隔20多年，如果亲生父母再次出现，张翔是否愿意相见呢？
院里见。为什么呢？毕竟但是也是什么生我的父母吧。但是呢，我已经习惯这里了，因为这里就是我的家。母亲待我也非常好，其实我母亲年龄也大了，真是更不能留下她，养育这个难以回报，这个我都懂。得到肯定的回答，民警杨敏决定尽快对张翔和周根发进行血样的二次比对工作。不久，比对结果出来了，周根发和张翔确系父子关系，父子相认的时机成熟了。可就在这时，张翔却突然失去了联系，不论是打电话还是发信息都得不到反馈。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就突然揪了起来，因为他之前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想寻找自己的哥哥和寻找自己的父亲的一个人。从渴望团聚到极力回避，张翔态度的大反转让杨敏感到疑惑。杨敏通过当地警方了解到，张翔最近家庭出现了变故，他的妻子正在和他闹离婚。杨敏联系上张翔之后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他说没想到现在我的小孩也面临着和我一样的状态，因为他的妻子也要两个人感情分开，要离开家庭，那么这两个小孩就感觉是成了我小时候的一个翻版，所以说他这一块的心结非常非常重。所以说我们就觉得可能家庭的变故对他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换而言之，我们就觉得这个时间点必须让亲情能够赶快介入，能够帮助他走出家庭变故的一个阴影。喂，周根发。好，杨警官。现在在山东临沂，你的小孩子目前已经确定找到了。哦，就是安阳，已经在山东那边。对对对，人我们已经确定了，你也做爷爷了。我知道我个小孩他现在这个社会还是这事啊，心理健康，那人家那就变好，我很高兴。珊珊找到了？找到了，在山东那边。今天过去？晚上就过去。这家，这家，这家来。怎么关那个门呢？关门了。嗯。杨敏和周根发来到张翔的家门口，却发现大门紧闭。从邻居那里了解到，张翔带着养母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去外地打工了。现在还是有些事情不想见我，不想见。带着没有见到小儿子的遗憾，周根发踏上了回程的火车。但是小儿子还活着，他已心满意足了。因为这个案例的特殊情况，包括一些家庭的一些变故，我们觉得即便没有见面，没有拥抱，可能亲情这个时候的介入，对于甚至是说对于周根发来说，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对杨敏而言，帮助周根发和儿子团圆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知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再长都不会比24年的离别更长。的话也感觉到吧，可能会来，我这个母亲嘛，就是嘛，也不舍得我，没想到是吧？这是一次，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妻子离婚，他知道这个事接着就来了，也非要跟我离婚，没有办法，我母亲也是伤心。